各位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吴天喜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老花眼，是不是年纪大了呢？首先呢，俗称这个老花眼啊，其实它真正的中医的名字啊，是叫老人眼昏，这个正常的称呼为老视 （presbyopia），OK，是一种自然性的老化的现象哦。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，而导致晶状体生理性的调节力减退了，而发生这个近视力的减退，通常呢，一般是在这个40到45岁以后会发生的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我们以这个与这个年龄、自己本身的体质或者性别、工作性质等等，还有这个屈光状态是有关的。一般上呢，这个晶状体就是在这个部分，它开始一种老化、钙化的现象啊，它。所以导致这个老花眼的，老花眼的症状呢，一般上就是，看靠近的情况是很靠近的情况是比较困难的哈，而且不能持久。然后阅读呢，需要更强的这个灯光啊照射才可以看得更清一些。然后看报纸的时候啊，很容易有串行的情况，或者有这个重影的情况。某些患者呢，还会出现这个眼睛会胀痛，或者流泪、头痛，或者这个视疲劳的情况。老花眼呢，首先哈，我们要进行这个远视力的检查，还有验光，矫正这个屈光不正的情况。同时啊，应该要了解这个患者本身啊的工作性质，还有阅读的习惯，选择合适的阅读距离，而进行这个老式验光去配镜的，而不是随便在街边摊或者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老花镜。戴上去看得清楚就算了，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，必须得经过这个更专业的这个眼镜店啊、配镜师啊、验眼师之类的哈，去做出这个矫正，去配眼镜，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选择。一般上呢，在中医的治疗方法有三种阵型啊，首先呢就是这个肝肾两亏的阵型，一般上临床这个表现会有这个。眼很容易的疲劳，然后看东西不能很久的时间，然后看久了呢，会有这个模糊的情况，甚至啊导致这个双眼干涩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还会有头晕、腰膝酸软，然后这个舌头的颜色是比较淡的，然后舌苔是比较少的，然后我们中医号脉的时候，这个脉啊是比较细的。治疗的方法呢，我们是以这个滋养肝肾为主，用的方药一般上是一贯煎。还有这个事物补肝散的加减，为什么说加减呢？因为中医调方啊，是以这个个体化的啊，量身定制的方法，而不是说一种中药或者一剂中药，然后就全部人都能同一时间去吃哦，那个剂量是很重要的哈。然后第二个症型呢，就是这个血虚肝郁的症状，这个临床表现一般上是也是眼睛很容易疲劳。然后看东西不能看得太久啊，然后看久的时候，甚至会发生这个眼胀或者头晕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有这个心烦多梦，然后在妇科方面呢，还会有这个乳房胀痛的情况，月经不调或者经期产后是加重的。舌头啊，舌象的这个舌尖的部分就是会红，然后舌苔是薄黄的。把脉的时候呢，就有一种弦的感觉啊。然后治疗的方法以这个养肝血、疏肝郁的方法，我们用的方药是消肝散加减。然后第三种症型呢，就是这个脾虚气弱的症型。然后它临床表现就是除了这个眼睛很容易疲劳，看东西不能久看，然后看久了过后会有昏花，甚至重影，或者看东西会有串行的情况啊。眼郁垂闭，就是说这个。上眼睑啊，有一种下垂的感觉啊，这个精神上就是很疲倦的，讲话是很懒的啊，懒言嘛。然后纳叉就是在饮食方面呢就没有胃口啊，吃的不多，然后大便呢是黏黏的，我们称之为便溏。然后舌头的这个颜色是比较淡的颜色，然后舌苔呢是薄白，然后脉呢是比较弱的。治疗的方法以这个健脾益气。然后生阳和血的方法，
然后药呢是方剂的药是以这个助阳活血汤加减。一般上我们以这个针刺治疗，为什么说针刺呢？一般上都说针灸对吧，然后眼睛的穴位一般上不灸啊，没有用这个艾叶去灸眼睛啊，都是以这个针刺的方法，就常用的穴位是睛明穴啊、传竹穴、太阳穴、承泣、合谷、足三里，还有一些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到的一些穴位，就是譬如说养生穴啊、养老穴啊，然后每次呢选用眼的周围的这个或者是远端，所谓的远端就是手跟脚啊的一种穴位，都是各两个进行针刺的。然后我们预防和调护的方法啊，首先第一，久视静物后可眺望远目标，以缓解这个视疲劳，就是看东西不能靠得太近，一般上保持这个30公分的距离为主。然后阅读的时间呢、啊，看手机又好，看阅读书本报纸也好啊，这个距离还是得保持，不能太近。然后除此之外，偶尔还要看的远方啊，去调节我们这个晶状体的这个部分，让它有伸缩性的一种啊弹缩的一种情况哈。第二呢，如果是这个老花眼啊的度数提高比较快的话，要很频繁的去换眼镜的话啊，也很难得到这个满意的看东西的清晰度哈，应该排除其他的眼病。就眼底的情况呢还有其他眼表的情况、要找这个专业眼科去做出检查和确定确诊。然后第三呢，晶体操可加强这个眼外肌与睫状肌的肌力，然后增强这个晶体的弹性就是晶状体的弹性，刚刚有说了哈，有助于缓解视力疲劳，还有延缓这个老花眼的发展。一般上这个晶体操啊，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按摩这个眼周的穴位或者是闭上眼睛左转14圈，右转14圈，或者上下左右的一种移动，去一种增加这个眼睛的肌力哈，去活动活动这样的意思。好，今天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的聆听。